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让我这个情感专家来开导开导你。没有啊。那个万薇学姐和刚木学长好像挺幸福的。他俩幸福？对啊，虽然万薇学姐有那么一点儿，不过他们俩无论在哪方面好像都挺配的。南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搞错了？他们没在一起啊。啊？嗯，我亲眼看到过他们两个接吻，刚还在马路上抱在一起，你不知道？哎呦，我说李南，在法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度，一个拥抱或者一个接吻根本就不算什么呀。接吻都不算什么？不信我给你看啊。你有这么多女朋友？什么女朋友？法国的礼节，礼节懂吗？所以说啊，高姆根本就追不到万维，不过是他一厢情愿而已。南，如果你喜欢高姆的话，主动出击啊！主动出击？感情都是争取来的啊！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爱拼才会赢。南，我鱼不击为你打 call， 你肯定行，加油！其实我也没有想过那么多。学长，那个没送学姐回家呀？还有别的事。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嘿，学长，我都有点心疼你了。你说，我觉得你还是放弃万薇学姐吧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舍弃是一种境界，也是一种智慧，舍得舍得。有舍才有得呀。这种都无所谓在实验室了吗？在啊。那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这不等那个学校下课清静一些吗？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溜了。小雪。